2021年12月17日，今天是礼拜五哈啊，今天整个台湾的天气也出现变化哈，这气温拢准备下降哈，这主要是方面通过个有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啊，刷落去呢，阿边个有一波冷气团讲要南下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北部才天气先转为比较较凉凉，其他的所在呢，拢是侪云到好天不离个呢，愈暗哈，天气也愈冷啊，咱这个清茶小注意一下吼，爱踏一下衫嘞吼。啊，部分所在山区也个受一挂低站吼。故日行到11月14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13度到29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吼。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个看新闻哈。是。你看新闻之前，我那赶快个大家提醒一下，明仔载就是拜六啊！明仔载拜六就是公道的日子了，对啦哈。啊，明仔载呢，咱这厝内然后18岁囡仔头一次有投票权的哈，这是指公道的。好，咱也是一般的选举哈，爱个20岁。啊，公道18岁，咱这少年家啊哈。第一遍要出去投票，哦，啊，咱这个做出来，咱才是大人，小我甲讲一下，吼。对，感觉讲咧紧张紧张啦。系啦，阿妈。对投票的通知单，身份证，啊，甲印啊，啊，甲印啊，啊，会记得甲伊讲讲，迄印啊是摕来咧领选票的，你那个印啊摕袂起，迄个做赠票，遐拢啊登落去哦，啊，就变废票啦，吼。这少年囡仔其实应该拢知影啦，吼，咱台湾选举能选只久啊，吼，啊，但是因第一遍要投总是啊，咱较紧张嘛，咱小可甲关心一下安尼啦，吼。好来。来，咱来个看到今仔日啦，这自由时报头版的消息，汹涌看一个，刷惊一个呢。讲这个防疫旅馆吼，讲出问题啦，啊，爆发着群组的感染的对吼。所以讲伫桃园火车站的附近，讲有八名住伫咧防疫旅馆内底，而这个做人客呢，所以应该拢是对境外未来吼，啊，伫遐咧隔离的。对啦，隔离期间的。对，应该拢遐吼。结果有八名的这个人客呢，刷抓去要钓钓呢，钓钓这个武汉肺炎。中国病毒哈，这个桃园市啊，这个桃园车站附近某一间防疫旅馆呢，伫咧这个站啊，讲传出着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分组感染的事件哈，即马已经知影，就是有八名的人客呢啊，已经确诊啦，啊，有四个是同一个感染源的对，啊，另外有四名呢，即马这个基因的定数啊，搁咧做了对啦，哈，看是不是拢同款是这个感染源。啊，桃园市府呢，昨啊对着这个饭店吼，开始进行着这个做清洁消毒，啊，甲规个甲清消了对吼。累计两天啊，拢总安置165个人去到集中的检疫所安呢。这个桃园市长陈文灿啊，昨有咧表示吼。扩大个快速检验了后呢，37名旅馆的员工拢总是阴性，哈，37名旅馆员工拢无问题。啊，这个就是11月22日呢，住伫旅馆内底的旅客呢，有321个人拢总做体检，292个人的结果出炉，其中3个人是阳性，然后啊，社区的卡里的部分呢，啊，拢总是阴性啊呢，旅馆的房间全部拢会做清洁甲。消毒啦吼，啊！而且呢，这个做环境全部采样3遍以上，爱确认着整个拢安全啊，才会同意这个旅馆可再恢复营业安尼啦吼。啊，陈文灿咧表示吼，为着要厘清着这个感染源甲防疫旅馆管理是唔是有出问题啊？这个市府已经调啊，着旅馆所有的监视器吼，啊，到目前为止是还未发现讲有甚物款的这个闪失啦吼，是拢照起工咧来啊呢。啊，市府呢，这个做三年调挖出来了后呢，就嘛看嘛无甚物不同的迹象呢。啊，因为指标的个案吼，这是按1676班吼，这是越南入境的吼，12月初3确诊，因此呢会做地毯式的调查了，过来透过着这个录影带要回溯，要来厘清看到底是安怎传出来安尼啦吼。
地门餐市表伊咧讲吼，讲即间旅馆的工作人员全部拢装住完两只的五王虾，嗯，吼拢装有住五王虾，住完两只啊，对吼。啊，这个服务的时阵呢，伊拢有穿这个隔离衫啦，啊，佮有挂手套等等。啊，即马因咧针对着空调的部分，就是咱咧讲讲冷气，冷气，哎，这个空调的部分吼，来做检视啦。啊，感染源呢，啊，由这个做卫福部疾病管理署来判断。这个就是譬如说是不是这个在上班啦，还是在修本社啦，或者是说这个手套没注意去吸到自己，是不是这个地方、这个、去出问题这样、啊、这个市府也在安排说、啊、这个做三间病院到防疫旅馆做采检，居家隔离的部分呢由防疫的隔离车队再去做采检，啊，那是这旅馆的人员呢，啊，除了讲提供着防护装装备以外呢，我那提供着这个的做啥客栈的这种频率。另外呢，这个云端的检测啦，吼，啊，加着这个做定期的采检，要来确保安全吼。未来两个月入境的高峰期，相关的局处呢，拢会协助春节的防疫对吼。来讲，这间旅馆内底有八名，诶，这个就做旅客呢，啊，去有感染着吼，啊，这个六个人是住伫六楼的房间，啊，有五楼加八楼各一人，嗯，啊，所以这已经不是住一层了，六楼较济，嘿，拢六楼这个所在吼都有六个人啊，吼，嘿，啊，但是五楼加八楼又搁各一人。所以这有分站去啊，这叫分站。哦，这么报告车吼，嗯，我感觉问题吼，诶。这算严重嘞，这算严重，诶，严重吼。啊，到底伊这哦是入去时间还未到，嗯，伊就发病嘛。哎哎哎，我唔该，但系讲伊有十四天还未满，还未满发病嘛。啊，到底伊是伫迄个要入国内进程，有提着三公斤，拢有拢有，拢有，啊拢有，无难到十四天熬就对啦吼。十四天的进程要出，十四天咱就唔知一个。哎，红牛旅馆啊，只要多十四间，要出来进前那是有，嗯，这未代表讲安那，你这个不，难怪因为通人接触无嘛。哎，咱即马电话未来有无哈？爱扎爱提三公斤的迄、那个饮水的报酬对不对？啊，未来了后呢，要带未起红牛旅馆的时阵，伊个抬金一届，抬一斤对啦，伊个抬金一届，啊，了带伫红牛旅馆内底做隔离。啊，隔离期末要出来季节，爱个抬杠，爱个在抬杠，好，爱个在抬杠。那么是伫期末进程抬杠出来嘛？今麦那个看起来，嘛不是期末进程呢？今麦个看起来是较放心淡薄。咱讲看一个惊一个，是讲一困头会白啦。对啦。啊，但是较放心淡薄啊，就是讲那照新闻咧报吼，即白拢总是伫咧这个旅馆内底，旅馆内底啊，拢伫隔离的期间内底，应该是无处理啦，应该是无处理哈。啊，所以即卖咧欢乐，就是这个防疫旅馆呢，根本变成一个破口了，对哈。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紧急公布应用的方案哈，就是增加筛检的次数啦哈。啊，国外。回来到台湾的民众，拢至少隔离的时阵要进行六遍的 PCR 加这个公费的体检，嗯，哦，即马变成六遍了，对，吼，你大个十四天内底，爱做六遍啊，爱做六遍哈，好啦，啊，这应该讲起来无处理啦，无处理啦，即马无处理是讲，一一斤一斤对不对？嗯嗯，啊，一斤一斤的中间。总阿兄啊，你一间啊，我都听你这边，对对对，咱敢未去接触着？照你讲，应该是卖嘛，应该是，对对，应该是拢未得出来嘛，啊，就未使下本人给你送去嘛，对不对？吼，内底有服务人员啊，是，我给你送去，送去你这，反正你这十四天内底住来，你这住来这困就对啦，未使出来听人讲话嘛，是，安尼嘛，嗯嗯，安尼这十四天的内底有八名嘛，对不对？咁是安尼，对对对，八名嘛，嗯。有可能是国外带动啊，应该是国外炸变来，啊，但是问题啦是伫咱内底，他佫再去感染着，这台是本土啊，这台是本土，有，所以即马到底是旅馆的上灯修本色，都家咧讲的嘛，就是讲，譬如讲这个北京有感染着，譬如讲北京啊，即马这个旅馆的服务人员去修本色啦，三种种的时阵，即马来一个来修第二间的。
但是伊咧手可能已经不得病毒，哎，本身有防护啦，哎，本身家己过掉咧，所以旅馆的人员拢无问题嘛，无问题。啊，底下咧隔离的人一并无全防护，伊啊，伊是隔离，隔离就像咱普通一般啦，哎，旅客安尼嘛。啊，你即马那是收粪扫啦，收啥货？是你今日收货从关键粪扫来，这都失困啦。无可能，有可能，就是安尼。啊，结果呢，这个就说你手套可无换，手套也无随换掉，为你这么个散崩，散崩了，那个病毒底下啥症状都病毒，可能就安尼都会变啊，就对了哈。啊，所以呢，这卖呢紧急哈来做这个体检安尼啦哈。啊，尤其是这卖旧历年工业面特别高啊，你新新历的都还没过完呢，就在讲旧历的，你有看来？新历还没过，这点。新历的阿个半个月嘞，哈，阿来的古历的哈，啊，这个古历年呢，有真侪人拢会登来台湾嘛，然后登来家己的厝里要团圆啊，那种叫，所以应该是有啦，有啊，应该是有，因为即马这个听讲，因为登来哈，爱个隔离，啊，你后你个登到你工作的地点嘛是个隔离，所以规矩有诶就讲啊，视讯得啦，就卖登来安尼啦，哈，所以即马就是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这武家即马大家生活习惯什么种种，全部拢总已经拢变起去啊，超前，大家的生活拢无同啊，对啦，哈。即个问题是这个，就不做咧写嘛，这读书的管理的中间拢总有十二个确诊的，是是是，这样，对啊对啊对啊，哎，加下点啊，无法有可能温幽哦。对，真来对，也这篇哦，还小可读一下，所以有因为也比较细腻的，有写着讲。等于到社区了后才发病的，哎呀，这做得恐怖啊！哦，这有恐怖啊！有哈，你十四，安尼十四天算。十四天来的，伊无问题，无问题啊！处理两三天啊，三四天啊，哎，才发病啊，发病啊，对对对，怪不搞啊嘞！无，上个真的是这个风也不搞，这个是病毒，伊一直变症，一直变症。是啊，起码这个病毒的潜伏期有无哈？有当时啊，你检测检未出来，啊，等个发病了后，病毒量增加啦，而家走出来，对啦，这叫做病毒的变异啦哈。我这蛮够多嘞。对，咱起码每一天吼，拢有超过两。为所诶，这叫做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每一天拢有十例以上就对啦哈。啊，但是呢，疫情啊，有一名病例哦，是完成检疫后，拢完成啊，就对啦哈。啊，而且伊嘛隔离完啊了，拢无问题，等于到社区，嘿，伊开采检了拢无问题，等于到社区，较无啊。啊，等于到除了后呢，伊咧做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呢，哇，所以有个检验就确诊了，对啦。所以这足奇怪啊你。啊，昨嘛传出讲有一个印尼的西工啊，从大地咧这里的做啥呢？高雄的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啊结束啊，啊未等着病院采检报告出炉，伊就急要坐飞轮机要去澎湖准备出海，结果病院通知采检阳性，已经坐飞轮机坐去啊，啊这个麻烦啊。所以这个真正有影在写，所以十四天未必人都安全了。对，所以这咱台湾吼，起码是十四天你自主管理嘛，啊，等你处理哪啦，几日刚好，他突然间个发病，你是阳性诶，有，啊，那十四天等于不安全嘛，是，好像啊，叫我讲起来，哦。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咱陈时中伊咧讲啊，吼讲统计过去的案例以来了，对，有十二例呢是伫咧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去确诊掉的，自主健康管理就是处理，无就是处理啊，处理了后了对啦，自主健康管理了，出去了，开始确诊十二个了对啦，离开防疫旅馆了出去，爱个做自主健康管理个七天啦，哦，个七天掉，啊就是这七天来掉。个发病，啊！指挥中心内底有可能做小人道的人啊，有可能做做外口。对，你都处理啊，是健康自主管理的，是已经处理啊嘛，哈。啊，这个个指挥中心发言人曾林雄咧表示啊，讲平湖这个案例伊是自费采检了后确诊哈，迄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措施是无关呐。但是伊咧提醒哈，就是讲这个叫做采检了的人，拢一定爱等个到。正式的通知来，你才可以正式改革再隔离啦。
我哋唔能嘅通知也未来，但不处理啊，谂埋咯，我别说啦。就是讲啊，你唔好。我当官即系欠工啊。是、哦，所以即个一定要遵照规定啦，哈。啊，等下快筛嘅结果出来了，你即系使恢复掉即个正常嘅生活。啊，咱即嘛台湾咧做即个快筛就对哈。自主健康管理了后，两天爱做公费嘅快筛，哈、哦。啊，即、這个做采检嘅结果只要20分就当出炉啊。好、哦，所以一定要稍等，爱等啊到你。确定无问题啊！你即系才开始恢复做所谓迄个叫做正常的生活呢，就对啦哈。起码即病毒体的变种，可能那时间就拖较长。有。所以即个问题上，我讲真，我们办法没啊。有啊，我正来，你家己爱有看过啦。嗯我感觉就时间无够。对，尤其是即马个。我今日个搞掂，我就时间个无够。但是如果个要转来，咱台湾一家好好，咱一家好好哦，好好哦，无处理哦。对。哦，不要外国啊！你外国要，你既然要转来台湾，要转来台湾的就关系啲啦。你像我今仔日，今仔日讲加五工两工，加五工好啦，吼、嗯，对不对？20工啊，有可能真就杂掉咧啊。有可能，对。就未叫处理啊啦。话你听有意思无、嗯？因为即马病毒咧变种，无可能有可能14天内底伊未发病嘛。来滴啊！我讲咧咁，即马已经连续发现着足侪件，伫咧隔离嘅期间拢无问题啦。对啊，到咱自主管理，健康自主管理嘅时阵才发出来。是啊，甚至后迄个健康自主管理了后呢？才发病，所以这个管理了后就已经处理啊。已经变加咧密密麻麻歪歌起错啦，吼啊，所以。这个防疫旅馆本身伊个管理，咱讲真诶啦，有当时啊上久吧啦，防疫上久会变成啊防疫疲劳，这个我们讲就也变成防疫疲劳。我刚才是可啊都骗啦，而且高骗啦，就咁讲啦。明仔这是防疫个旅馆哦，伊来去做工过，有只趁钱做工过，伊爱去接商呢。阿兄啊，要不叫咱两个讲？咱来做这个，咱来做任何工课咯。你像阿兄啊，你。在操作这个机械对不对？因为已经操作太久了，嘛是出错。那个操作愈久的人有无？愈搞出错。因为我唔跟你讲，你若出错，我就讲你若开飞机，我唔敢。对，你操作愈久的人就想，啊，一定是饲这个尔。对啊。但是问题就是安那，就是偏偏咧饲的时候，你就饲你白痴啊。啊，就是专家讲，啊，这个这简单这顺手的物件，各家都顺手。我们这医生啦，甚至红医旅馆的服务的人，这些人，你哪一个敬佩啊？是，哈。伊这部落这个病毒的来这呢？对啦。哦，进来这家个有一段吼，那报告就是讲吼，最近吼发现着讲吼，这里头做未少防疫旅馆的这种了做三的感染，啊，够自主健康管理。在咧管理的期间，才发病吼，这恐惊影响社区。对着民众，是不是应该准备搁再做第三剂，会加强剂预防性吼？这个陈市长咧表示啦，目前倾向是第一剂、那第二剂、第三剂时间该缩短，但是要缩短话，过等专家的建议。啊，最近连续一直爆发着这种叫做武汉肺炎中国病毒这个代志吼，这。现在看起来是都那个境外啦，但是在境外当中，它会变成是不是转移变成本土？本土，哦，是不是转移变成本土？咱普通一般的人，伊境外出来了后，就时间出来了去接触着，去包公司啊，啊接触着变本土啊，对啦对啦，麻烦你啦，都话伊都话有病毒咧吼，哎就变本土啊，啊咱用会着啊，咱用会着啊，哦安尼，都会着的人，伊那本身无出国史啦，啊无啥物系，就是这都可能爱算本土啊。啊别等我上司这边来讲嘢，你讲拢别等等啊，飞机慢飞安尼哦。哪个话安尼？对不对？那咱过来的这是安装啊，有一边去啊，拢这转来了，我14天的，这么今啊报就是这转来14天的。对，啊，你未使安尼。我从小时阵比他咧，那下年咪拢未得转啊。这就是那锁国啊，但是这是锁国啊，我这里讲笑哦，啊，这个最近吼，第二只的五红虾咧注射吼，无解好啦，哦，迄个数量无解好哈。
反正就第二节有不少人吼，原本已经订好啊，又搁抓无去做安尼，啊，必须着这个疫苗吼，就是这个预防下抓去哦，浪费掉吼。感染科的医师啦，呆病医这边家吼，诶，医师这个叫做吴立明的好用吼，病毒拢伫咱的四周围。随时有可能的立点，我随时的系讲，确定去做第二者，大家做做哦，慢的对不对？做者，吼，做者第一者做了有为了副作用出来了，我爱去做的吼，啊，但是专家也是呼吁第二者甲做哦，慢的，好，来。感謝啦，0800-0500-6688，盛山公司咱全國免費的繳費專線電話哈，進廣告，時間再回來啦。喂，你好，你好。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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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星啊，我阿星了，我张天君，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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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有听林小姐咧讲哦，讲你食咱祈祷上食了效果未歹，效果哟，有，效果足好个啦，安尼吼，啊，我都过去吼，我力作和平的听众咧，啊，我都听恁的节目吼，听将近啊，你开始在北部，我都开始听，哦，谢，啊，听差不多年外吼，我一直。听别人啊，你食什么一寡什么种竞争啊嘞吼，拢食了拢安尼，拢足地行拢有好嘛对吧？是啊，食食到尾我都听你话，到尾我都听听我都开始个食嘞。嗯，安尼啦。嗯，啊，食了都好足地问题啦。安尼哦，啊，你原本是咧改善什么症状嘞？主要我是改善这个高王吼。好，王啊，咱后边这卡只片啊。听嘿。哇！一听啊，听都是在有够艰苦，暗时啊拢袂困哩。是，哎，啊，食偌久？食差不多，啊，那食差不多半年外吼。好，啊，我就讲那差不多结真好啊。啊，起码状况感觉呐，看过起码袂错。状况个，起码较早困到安尼困咯，暗时啊吼，困这边也袂好睡，困这12点过听那厉害，听个拢安尼袂困哩。我那拢袂困起啦，哎，拢袂困哩。哦，啊，起码嘞。今嘛拢别听，好些。哦，啊最新奇吼，都是食哩，主要我是食只高王，是听听吼。啊，到尾我主要五种问题，我那不离严重，所以我那拢看。五种问题了，好了。啊，我完结，我讲起来好不？这个高王食好对吧？是。啊，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合作，我民国差不多50几年吼，我有那把弄掉在那里。真卡门道你知无？嘿，啊，照去弄一个安尼货，啊，跳箱管去弄着咱的门道。嘿，是。我啊，到尾钓，迄阵钓上超20几针。啊，你是头壳？啊，是头壳。哎，都头壳顶只。嗯。头壳顶只几针？20几针没有。哎，20几针。我都食了对啦。哎呀，啊，到尾啊，渐渐会戆你听。嗯哦。会戆，迄阵可能脑震荡啦。是。啊，脑震荡到尾啊，食都。嘿，医生医拢医不好嘞，啊，医不好，到尾迄种阮抓鸡蛋，嗯，阮抓鸡蛋，到尾来台大哦，台大医院啦，麻醉医院啦吼，啊，什么长庚嘛看嘞吼，看，啊那看看到嘛，然后30-40年嘞吼，嗯，食不好，无好对啦，食不好，嗯，爱讲就讲，哎，啊，暗时啊困哦，嗯，规个天花板拢会碎啦，哎呦，哎，爱讲会吐，安尼头壳有受伤都唔对啦，哎，啊，到尾一个去马卡一个检查一个讲讲什么，你耳朵不平衡啦，吼，如果安怎样啦，吼，啊，伊讲了拢无对当，嗯，啊，食药食拢食袂好，无好，安尼，啊，结果怎嘛？啊，结果怎嘛？嘛是无意中，这是。我今晚唔是要食这呢，我呢要食国王，食只国王食只，今晚含这个问题嘛好嘅，哎，好，这个是好一只，这个问题嘛算好嘅，这算咩种啊？烧伤。民国50几年啊，58年弄掉噶啦，哦，少年的时阵啊，少年的时阵，啊过来咧，啊过来，我这有个这食这有无？嗯，啊这食个头毛吼，马上了了，我到中午得去打。哦，反正看谁要吃，我吃咯。哎，我吃西瓜，还都是吃西瓜，为着这样，吃西瓜吃20-30年。哎，是啊，吃个头毛啊，那落一打，更，啊，今嘛吃恁这西多山吃吃吼，啊，头毛今嘛马上发起来，神奇的吼，中华医疗对啦吼，哎，中华医疗，安尼三行呢，后来。
在感谢咱雄起时代时代台湾人苦劳陪吃不哈，信南公司好有独家提供的啦，广告时间呐，许多商家商品你看蛮吃个欢喜啊，吃三当啊三当吃了身体上啊，这个健康以外无要紧的，这个头毛本来哦吃个拢个落一半，怎么头毛搁发起来了？所以雄起大件人有一个新奇的物件哈，啊不是咱用件俗哈，会当去解破的对了哈，这个物件是本人研究的哈。啊，非常在世界非常出名，做大卡级、大卡级的对吼。新南公司在研究完成了吼，第一时间由日本的军舰主席到一下，进入到江西，由咱行为大将给咱做感谢吼，安尼出兵到江西十七单，所以江西大庆的大将比如好的产品是一旦经去去科研的对。你产品啊，如何如何，咱如做如故。人客愈食愈久，这个物件愈风行。产品若愈歹，若是产品无效果，咱阁用尽什么办法去广告？人客食一段时间，讲啊无效果，你无法同讲会起来了。今日十七单不是简单的时间了，对。新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啊，像阵连阮咧主持，头一笔就是有一笔公器了，对。到这时完全无退。像这种朋友对这个喜爱的程度你就知道，对这个效果对咱人的身体帮忙你就知道、哦、所以有什么不了解你电话打过来，这上一个询问除了许多山这味而已、哦、还有很多味道对、哦啊、好好来个使用身体上够健康非常重要的0800-0500-6600 0800-0500-6600。好嘞，感谢啊！这是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哈，听众朋友啊，咱的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送回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哈。啊，咱生产公司周年庆的活动呢，啊，咱正在进行当中，咱的。产品呢，一处甲咱各买十罐，咱有完整上三罐哈。啊，就以前咱的整产品甲咱准备，咱有这个叫做水苏品牌 Stainless 双耳汤锅一个，或者是水苏品牌咱的陶瓷平底煎锅一支，啊是咱要选择六尺七尺台湾制哈，人工的米配一领啦哈。啊，当然啦，除了这个整产品以外，啊，咱也当来挑选的，有咱公司的产品哈。啊，就以前的当中呢，咱这个叫做一处各买十罐的朋友。我们公司的产品三十粒针呢，都再加上我们三十粒针，这样多等于六十粒针就对了。那可以选择惠安所、喜乐清、保顺健，或者是我们的金立明，还是说我们的喜乐通，这都可以让我们做挑选，选一项为完整。啊，一处跟咱各买五罐，咱赠送一罐吼，来当选择斯丹尼斯呢800cc 真空五一支，或者是讲呢，咱的白沙湾专用气锅一条，还是要挑选着316斯丹尼斯保温杯一支，或者是无环境的洗头毛巾一罐啦吼。喷雾，这个叫做檀香香皂一盒，吼六块装的一盒吼，当然做挑选，还是要来选择咱清净海环保的洗衫巾一包啦吼。啊，当然这整产品以外呢，咱买单我们来选择咱的这个叫做公司的产品啦哈。啊，公司的产品呢，咱啊一处各买五罐，咱整上一罐以前是无公司的产品三十粒针来同咱挑选哈。就你现在当中，咱当来选择三十粒针呢，惠安所、喜乐清、保顺健。金立明，或者是咱的喜乐通就对哈。啊，咱听众朋友啊，是用伫咧个别产品的时阵，当时都会当详细询问，公司拢会甲咱详细做报告哈，咱再来做挑选啊，都再甲咱报的这物件啊，咱是选一项为完整哈，选一项为完整，就你停在当中啊，咱再来把握机会哈。0800-0500-6600哈啊，这部有点小李阿香，阿小李张连军，李兰山上来给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听歌，听一首好听歌曲，随个倒腾来，感谢。
愈惨惨，好船帆潮翻，地将阮阿东归去放好人。我真惶恐，听作一阵乱梦，亲像落。伤心的过行，我头望望，若是你心中无怨叹，梦不满过冬，辛苦着干，行苦亲情手来放，紧等待日光照着温暖的希望。我愈惨惨，好船帆潮翻，地将阮阿东归去放好人。我真惶恐，听作一阵乱梦，亲像落。伤心的过行，我头望望，若是你心中无怨叹，梦不满过冬，辛苦着干，行苦亲情手来放，紧等待日光照着温暖的希望。伤心的过行，我头望望，若是心中无怨叹，梦不满过冬，辛苦着干，行苦亲情手来放，紧等待日光照着温暖的希望。感谢啊，咱哥登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时啊8点到 AM 的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咱这个就做在咱台湾啊，这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咱拢控制了非常的好了，对啦吼，连续几啊间本土拢加零吼，啊，不如个今仔日新闻安尼出来吼，迄大家都爱个提高警觉啊，吼，神经线爱变好硬了，对啦吼。我讲这人已经生气啊。哎呀，这时间一个股东一定会放松的嘛吼，啊，即嘛咱即嘛已经有出现着这种红叶武冠村群聚感染，那有的是已经出来吼。所以这咱这个就。做所谓啦，是迄个挂嘴暗啦，食洗手啦，什么种种的动作吼，大概搁较落实的，哦，较落实的，啊，较注意一下安尼就对啦吼。这有当时啊吼，这个虽然指挥中心甲咱控制较较好，啊嘛是需要咱这个做所谓咱的全国的民众，大家来配合啦，哦，啊注意一下安尼吼，啊，这个无必要的。
迄个张哈达，啥物种种人在。你若把你若迄个外口本，咱咧台湾外口本土有个去叫，准去有家人感染着啦。嗯嗯。那么你靠些避本土的嘛？对啊，避本土。避本土的中间就即个有可能即防疫爱个提升啊。对啊对啊。啊，提升一寡即个生意大啦，啥个麻烦啊？就个废气啊！啊，即卖已经拢开放啊嘛。哎，是。哦，开放啊！啊，所以即卖要注意啊。对。哦，啊，万一哪个出问题，中间本土哪个有诶收命咧？吼。没错。那一寡即个五六届啊，啥种种啊，那个好起来，那个好起来啊，哎，对啊，好起来。你看像我伊政府人拿，伊个红衣个登记去提关个，都个好起来啊，啊，都个被登记开啊。所以咱大家拢爱互相配合啊，红衣不是个人的代志，啊，第一线咧战争的，伊是无休困的，嗯，第一线遐医护人员啊，检疫个人员啊，红衣旅馆内底人员啥，因那是。规年通天拢咧病咧吼，啊，咱这只是甲配合无好势吼，啊，尽量洗手，啊，这个就做三年，这个嘴炎甲挂好焦点吼，安尼简单讲起来吼，应该是无问题啦。那是因为之前咧，啊，现在这阿先阿唐中年滚落来，安在做红事做，你去红的旅馆，你就说哥，你大病他啦，吼、哦，你看你敢紧干啊？对啊，所以不接人个套路就是。都是安尼嘛，对，其他的变形安尼，中间伊无做袂晒的啦，没有起掉，一起掉就无头路啊。有些人爱个欠赔的了，本来就是安尼啊。这个每一个行业对这个社会拢有相当的贡献，每一个行业拢有。咱卖讲啥货，咱讲做房无做投资，对啊。那刮甲要害气的时阵，啊，热甲要害气，啊，热甲要害气的时阵，爱做啊，免爱做啊，照常干嘛做？那无因底下咧做的时阵，这个就做三只厝边啦，起起来，对不对？啊，你这看咱下在时啊啦，透早出门，你看咱环保局的，嗯，环保局的就拢底下扫涂骹啦，啊，无就是迄个清洁掉咱的路面啦，是啊是啊。所以台湾360行，我意思就是咧讲，嗯，我哪做总统了，对啦？呀，你做总统哪里？你讲，我下底咧我蛮好啊。没这个关系了，你做总统来讲一下，我若做总统，无迄个什么讲退休了后领迄个你较济，伊较少，你领奖金呢，啊伊就无通好领，无迄个代志，因为我都讲360行，每一行对台湾拢总有贡献，除了做肝环科的以外啦，当然啊，哦，做肝环科的咱就卖讲，就派书啊，对，咱那是安分守己、手面探家。对咱这个整个的国家社会，伊的贡献都无同，但是绝对拢总未当欠缺人家人嘛。啊，这些人平常时伊咧做工课、上班的时间，薪水领侪领少，迄一回事。嗯嗯嗯，薪水侪少，迄是咱靠个人的能力啊，什么种种。当然，薪水上来讲，伊会当领侪领少，但是等于付出到已经年岁有啊，退休了后，所有的人的退休金。应该爱你阿伯姐，我个人感觉是安尼啦。当然你做做，当我做总统，所有的人退休金，你小心咩？老林咪中间你去代表双方。你讲军中啦，军中的迄个叫做将官，什么将将，因对台湾有贡献啊无？有啊，有贡献啊。但是有诶退将退退了，我收去中国，对啊，啊底下咧摸中国的大腿。这种诶，这个退休方就甲取消掉。我上个早退，那是暗中去问我，咱是无关系，无要紧的。佮等来你走出来乱诶，哎，所以这种诶，你家也退休方甲退掉，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要紧？偷一个慢机，对，捉人爱退啦，拿我来做来退掉咧。慢机我就甲退个。啊，现在退休方退掉了，来分哦，咱的劳工朋友，咱的劳工朋友有诶退休，佮扣一个3000-5000诶，对啊，你过你钱变啦贵啦，对不对？3000-5000变啦贵啊。有的退休是5万、6万、10万的命，迄未使差的。拢总是对台湾社会有贡献的人。啊，同款道理，你若一般的劳工，你退休了后，我那同款互你领，这个就做退休方奖金的，互你领，会当用咯。啊，你若退休了要去做肝环科，我嘛是给你取消。对啊，好用安尼嘛，吼对不对？你阿无吼，起来讲起来，所以这人吼，人实在是。无法度人比较啦，你知道不？我才拄仔所讲的即个吼，要叫阿星啊，叫出林冠基、洪李冠基啊服务吼。我今日来讲无不因无头路啦，我嘛敢去。嘛是同款啦，惊啦。啊，所以去的人，敢去的人，为着赚那个钱，会中间就是坑死命，直接搏啊。无唔对，无唔对。你来去叫着万二啦，要安怎咧？哦，是不是？你看，接触到迄种的情形之下，咱只爱个钦佩咧。对啦。
哦，逐间都拢有境外医疗的案例，啊，这个案例什么人咧治？嗯，病院啊，对啊，啊，病院里面的医护人员都是徛伫第一线啊，是啊，爱明察这个人是有感染，伊嘛是爱去医。爱你比较看，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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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退休方阿先啊主张一律变点，变点没话说，你讲，大概啊大概白粥拢领两万好啦，哎，唔该少少啦，都用教师啊，先安尼就好啦，阿先啊，这种东西真正系变点哦，有，但是可惜，讲笑了，我该罔讲名啦，来来来，进广告。这是一个上该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轻轨工程与美术馆路与大顺路段正进行施工，沿线取消路边汽机车停车格，并设置汽车临停弯与公车弯。有停车需求民众可至横向道路停车格，或至合法路外替代停车场停车。车道限速时速30公里，尖峰时段禁止15吨大货车进入，部分路口于尖峰时段禁止左转。依标志标线及仅依交人员指挥通行，用路人也可以提早改道，以节省宝贵时间。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这手帕洗净用品够恢复，唔免加歹势。不管是爱心周边有气味，也是吸掉的酒，德秋芳私密沐浴露有茶树、海盐、千里雕困问题，让你卫生做好，免加怪味。德秋芳私密沐浴露开放四周注文，一罐就改善，一罐就改善。0800-893-893，0800-893-893。全新龙胸虎地第二代100粒酸，提升双倍一氧化氮浓度，内底有玛卡、管花、肉纵容，效果加倍，快速补充男性精气神，男性荷尔蒙改善夜尿、频尿、性功能障碍，让你惊到有福，和阿哥有力。一罐100粒酸，买一送一，只要3280元。你若摕500卷，只要3000元。0800-399-599，0800-399-599。面对 COVID-19 病毒变异株 Omicron 来势汹汹，接种疫苗是预防 COVID-19 最有效的方式，可大幅降低重症及死亡。还没有接种疫苗的长辈与市民朋友，请尽速前往合约院所接种。相关资讯请上高雄市卫生局网站查询。以上是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广告。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左在中89.5，快乐左在棒89.3，快乐华当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在玩精彩不盘，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是神雕侠侣，因此恋爱将息。烈焰魂飞八千里，回归青山到万岁。七七丹，七七丹台里。心声呀，好。
听众朋友，真好用的齿膏要来介绍给你。台烧完牙膏，别烧完齿膏，吹破细嘴老血，气化补正敏感酸痛，口臭牙周病，来个用拢有真好的效果。我四十几岁时阵牙周病严重，我用到即马十外冬来，安尼拢个用这条白烧完牙膏，即阵呢已经六十几岁。我喙齿化过个用用用，喙齿过个在在在。医生讲我即卖齿化是健康呢，你有要用看卖无？叫个专线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蔡英文。在二月十八号，四个公投对咱台湾的经济发展、用电稳定、国际来往，佮有咱的民主政治的稳定，拢非常的重要。台湾要走向世界，国家都要稳定，袂使阁乱落去。在二月十八号，请大家站出来，四张公道，拢道无同意，四个不同意，台湾袂阁乱落去；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大家好，我是罗清典。现在是台湾要进一步走向世界，推动能源转型。落实主权在民的关键时刻，台湾一定要继续向前行，台湾不通倒退路。十二月十八，我拜托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投下四张不同意，让台湾更有利。多谢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苏贞昌，昌昌昌，咱北台湾有一千万人，若发生核灾，台湾就去一半了，等于亡国。所以核市场绝对唔通过去。三阶天然气就是要用天然气来代替烧土炭，空气则袂污染，发电也袂有顺利，三阶都唔通停。国际安全标准的美国地方，那美国人已经吃几世啊，拢安全无代志，咱。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CPTPP， 咱若要甲世界甲美国做生意，都要用国际标准，外国才袂来抗议。公投若甲大选白做伙，安尼投票都系投到黑暗面，咱绝对唔能甲同意。你这四个公投决定台湾的未来，拜托乡亲士大，四个拢爱无同意，唔通让国民党阁乱落去。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感谢，感谢。庄瑞雄，雄赞，馆长选好，庄瑞雄。屏东的乡亲啊，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曾水荣。曾水荣是律师，也是台大博士，是三届屏东第一名立委，为咱屏东争取高铁、捷运、科学园区，马替龙溪民争取福利。这届民进党屏东馆长的初选，那接到民调的电话，不管问你要支持什么人，拢爱大声讲出我唯一支持曾水荣，拜托拜托。庄瑞雄，雄赞，庄瑞雄，雄赞。馆长选好。好来，感谢。啊！咱伫宁波国电台刚相差播了后，咱阁转来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但吼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暝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送回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出来哈，青山公司啊，咱九年前的活动，咱正在进行当中。公司给咱准备真济正常的奖赏品，没有咱做询问做挑选哈。啊，咱伫叫会时阵，拢欢迎详细询问做选择，选一项为完整哈。好来，接下来呢，咱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就要进行咱中中医中老师的时间哈。这是带伫新增的，咱就为陈先生所点播，张天君为咱所献唱的一首歌曲《天涯流浪儿》哈。来共同欣赏，感谢。Yeah.
以为爱那是孤单，虽然是为了将来离开了故乡，但何时才会见茫茫的前途？来，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咱今麦呢，咱特别来跟张中医张老师来做一个连线哈，张老师的时间哈，来。喂，嗨，张老师，哎，下午快乐，下午快乐，张老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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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特殊麻烦你，张大哥加阿星兄，啊，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还是。马上要讲到啊，哈，对于台湾来讲是第一遍，第一遍真正啊不绑大选啊，真正是就事论事啊，提着公共政策来投票。嗯，有较可惜的是讲吼，因为过去政党啊政治人物啊在立场顶头选啊变来变去，台湾在目前的台面上的政党。虽然有几百个，但是台面上的政党大概有七八个啦，嗯，所以七八个就是说你至少就要有市员的公职，啊，不然你就要当领五十块国家补助款的那些政党，那你算起来七八个，这七八个来对选哦，原来立场是变来变去，对这四个公道来对意见，嗯，包括了在过去选举选拢是个人就去动员嘛，哈，意识形态的动员啦，族群的动员啦，认同的动员啦，蓝绿的动员嘛，这边那个安尼我感觉是有较科学，所以咱也当好好来谈，抛开了人的立场，政治也好，政党也好，因拢会过去啦。嗯，在历史内底，因拢会过去啦。是是是，政治是一时的，台湾是永远的。对对对对。我就想讲，在1854年，也就大约差不多160多年以前，嗯，那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美国到目前为止已经建国是232年啦。嗯。所以在伊建国50-60年的时阵，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讲，因美国开拓是讲澳洲的移民越过了。大西洋啊，来到美国的东岸，开始用西边地区开发嘛，所以有一个西部西部的开拓史嘛。咱虽然点了看西部，我听是西部，因为是向西部一边开，地种无啊，开拓。啊，只有讲占土地，讲占土地，占土地就跟人冤家，跟原住民、印第安人冤家嘛，因为那原来是印加民族嘛，讲冤家就讲台，台到上激烈的时候，打到吼，即马华盛顿州迄所在，台死了原住民，台死了70,000+个。这时美国印第安的原住民无偌济，160-170年前全世界拢无偌济人啊，只要台60-70万人已经冻未了。哦，已经做出来啊！印第安有一个总酋长啊，总酋长管6个不同的部落，因为因外公一边老三个可以啦，因老爸老三个可以，所以是6个印第安的部族的一个总酋长。这个人已经无法度啊，留在导航嘛，导航前吼写一张表，美国第14任的总统叫做富兰克林皮尔斯。嗯，写这张表以后，即马老作的版本啦，但是详细内容伊个作等下我简单讲者。是，伊是在1854年时写好伊，因为这个总统伊是在1853年到1857年这四年来做最总统。嗯，所以伊是在1854年写好伊，伊来就是安尼讲讲，阮唔知影为什么土地写当比买卖。我嘛唔知影天顶为什么写当甲切割开，清气的空气，新鲜的水，满山走来走去的羚羊、蜜蜂，拢唔是恁的，嘛唔是阮的，是这块土地的。恁若一定要将伊摕去，请你好好善待这块土地。嗯，这是足出名的。
因为面对的通底下，面对的政治权力无法度，只能够发出这么很沉痛的呼吁啦。哎，是是。台湾七波的进贡，当年为了要争取的权力，是因最大的目标嘛，一争六个权力嘛。透过民主的证书，因提权力去，咱无话讲，因为那是民主的证书。但是提起选举，一定要好啊，现代这块土地。所以当咱来看这四代工作，咱要以经营台湾，以三十年、五十年来经营咱家己的台湾，还是三百年、五百年这角度来看，所以这是有公共政策讨论的空间呐。咱讲其中开靠近的这两个就是讲，比如讲莱克多巴胺这猪了哈，顶礼拜公告了，讲姜志刚教授跟苏伟硕教授，迄、那个两边辩论，迄、那个足清楚嘛，都无毒，还是讲诶、这项对人体伤害，迄、那个已经讲足清楚啦。那讲。台湾咱今年吼、哦，咱出口偌济？你知无？今年出口差不多十八高条，十八九兆的新台币，一家死人咩？笑笑者，台湾两千三百多万人，竟然出口了十八高条新台币，物件卖去世界各国。嗯嗯。啊，咱敢买偌济？咱敢买十外亿吨啊？所以咱的进出口加加起来，算是超过三十兆的新台币啦，是是是，这是不得了的。啊，那为什么啊？呢，就是呢，咱跟外国往来嘛。嗯，以前咱的去用扣关的关税，咱的常来讲，比如讲一只卡拉车，嗯，咱台湾要销到了澳洲，澳洲人爱吃卡拉车了，嗯，另外你家己派关税，嗯，就。为中国大陆消极两派关税、但是你那这几间公司，你斯洛伐克、你意大利、你法国，因消改就是免税啊，因为因习惯的欧盟啊，啊，赶快的时阵，世界有足侪说，比如讲东南亚、因在国家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税嘛，咱要去拼拼税嘛，啊，拼税的时阵变怎？咱就要求个阿伯当水当落来，阿伯我加在恁遐团队啦，拜托你我加在啦。哦，啊，大家当享受赶快的高温水嘛。是是是。所以咱在2000年先加入全世界上界大只经济贸易组织，叫做 WTO。WTO。咱享受了足侪加入这组织的好处，但是咱嘛要尽咱的义务呢。嗯。迄不是讲当享受权利，不会尽义务的。咱咱们不用讲来，咱是袂使感动。对。这是咱的义务。是。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的选，咱家里 WTO 到今嘛多21单，21单的选，咱自通信产品的选吼，打遍全世界啦，因为咱销量上盖最。为什么？因为 WTO 规定讲，自通信产品全部都免关税。嗯，所以讲这100外国家全部不可以收任何关税，在自通信产品，就是咱讲的电子产品啦。但是其他是也够有收关税。嗯，啊，咱希望讲会当卖。卖收关税，咱靠竞争来嘛。因为咱收关税，咱台湾向收国内关税，咱到落尾一定有会加出另外一条路嘛。第一，你落去中国一关低关税的地区，还是国家，还是去越南，迄拢是低关税嘛。加上因的人工较省，啊，所以咱去啊设厂嘛。但是因这边人工愈来愈贵啊，不管中国甲越南嘛，啊，为什么还够人留哩家？因为因关税必然加作多嘛，而且这点咪先因工厂设立下，咱台湾一年最国际贸易生意最欢些，但是为什么有当咱感觉讲，奇怪台湾呢有一部分人生活有那足艰苦的呢？为什么安尼？咱现在上中全世界一面倒的那个武汉病毒的呼声中，咱6%的成长呢，那是不对的，但是感觉生活刚刚完了无啥好过，为什么？超47%拢伫外国咧生产，咱来讲做物件拢会当提灯个台湾生产，不得了啊！放我车人操咯，有啥物会当提灯个台湾生产？咱来关税扣关咧，咱无得竞争嘛，扣关呐。所以高的关税逼把我们逼出去，把这些工厂逼出去，减少了我们就业的机会，减少了这些工厂、这些成员、这些老板、这些干部的台湾销毁的这。还消费的这个经验嘛，哦、所以咱的经济就会较歹。张老师，你讲这样，我就是清楚下啦。哦，真正清楚啊。所以咱一定要加入国际社会。加入国际社会，你袂使讲咱配物件，一年干买买十八九条物件出去，人地方俾你来讲，我买，我买，袂通啦。呵呵，刚才你买几年？全世界有195个国家，即我捌讲过，联合国194个，加上咱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咱组成195个国家。来这有110个国家，拢引进了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
那怎么搞啦？110个啦，结果110个，刚刚把这一半给加，半加，其他做这人无，不是啦。内底也够五大个国家是伊斯兰教，人家本来就不哩吃鸡巴，不哩吃鸡巴，不哩吃鸡巴，差不多啦，差不多拢有啊。真正反对的是，真正反对的是三十个国家呢。嗯，这三十个国家内底选欧盟占27个啦。是。啊，剩的是零零星星的，像一个英国啦、啊泰国啦，这零零星两三国啦，所以加起来才30个。台湾啊，台湾，台湾是因水人的来哦。台湾今麦是，今麦未过看咩啊？未记得翻。啊，后边人喺27个，诶，人喺达全家咧，27个会等甲美国来破打剑咧。啊，美国甲讲，诶、欸，你未生呢哦？后面讲，无啦，啊，你来证明你无毒。美国讲，世间嘛无这道理，是你都爱证明我有毒，你才未使引出我的去啊！奈你叫我来证明你无毒，得个。奥明书，因为奥明的无理啦，食品进口落来吼，你来证明人迄物件有毒，你才会使讲禁止。哦，了解。唔是讲，无你要理解，你先讲证明你无毒，伊是要哪甲你证明？当然用水讲无效啦。系啊系啊。啊，奥明大概明年会妥协啦，因为连续拍连续拍两年的关系拢输嘛，都要赔足侪钱嘛。啊，其他无人有法度种啊。嗯。所以在这情形下，咱若要加入国际社会，咱若要互咱的。当场会当协助等下咱台湾，会当和咱的家家孙孙和咱的子弟会当找更加好的头路。嗯、你袂使置外于国际社会啦。嗯、你敢动这款物件，会被国际社会边缘，佮把你孤立、佮你排挤，到时会真是足凄惨的啦。嗯、你想下，你的国际贸易是最欢喜大，一年最20-30条新台币的生意，你哪敢去敢动人的物件？你一定要按照国际的规矩嘛。啊，这个我这人真系了解这。老叔啊，你今日讲这，我拜我这个榜啊，好，咱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啦。哦，啊，这是加入国际社会莱克多巴胺的地方啦。是啊，讲到了三阶，哇，这个家听有没有耳话？咱讲三阶一定头前有一个二阶嘛，阿毛的一阶嘛，一阶的第一阶气站啦。嗯，所以讲咱。需要石油气嘛？嗯，石油气什么呢？石油气就咱讲的加速啦。嗯，啊，加速要来做什么用呢？第一，咱家家户户拢来需要加速嘛。嗯，是自来瓦斯哦，这跟桶装瓦斯较无关的，嗯、是自来瓦斯。嗯、第二，钢厂需要用加速嘛。嗯。比如讲中钢以前咧炼钢的时候，拢个焦炭就去行啦。嗯，起码。多数的工厂，哎，中国内底是几啊百个工厂，内底多数工厂拢用压缩的遐，哦，天然气来，正正名就是天然气啊。啊，第三就靠天然气来发电嘛。嗯嗯。顶礼拜我听阿星兄他们在讲，啊，伊说很多行迄航路，跳舞啊，转烟啊，等到较短的时候，啊，才开始用压缩咯。这是我的经验的，我想阿正兄的比我少年比较多，敢有这款经验？哦，我五十七岁啊！那你经验对，确实有影行行路咧。哦，你写写不对，行行路先买一本刀行行路。哦，行行路是来做广告，真是做广告。当然，我读中学的时阵，阿都有加速啊，哦，迄个节奏方便咧。啊，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嘛。嗯。啊，咱台湾进口天然气的时，第一就是放伫新北港的燕安呐，燕安了解第一接气站呐。哦。第一阶梯站一接加速器入来时，伊想要国外买的哦，买的加速器接入来做什么路用呢？就是家庭用、哦工业用、哦发电厂用啊，南部都是发电厂型行加速的。哦，大南，大南，哎，大林发电厂，大南部遐。啊，遐的船哦，也用的船有村，伊那乱来引前上位北部来，因为北部都无接梯站嘛。安怎上呢？为永安遐绕一条海港。250公里等来到苗栗的通宵，那是行海路哟。到通宵前前上花，上花搁行100多公里，和桃竹苗台北地区来使用的天然气啦。我说的等呢，就等哎。啊，特别是给两个一关的民间的一关的发电厂啦，就是国光发电厂跟一关的民生发电厂啦，因为黑龙江一关天然气啦。啊，搁一部分和新的这大潭发电厂啦。但是大连原厂也无够啊，所以后来去第二阶梯站是伫台中，台中遐和台中诶关系发电厂用，搁台中诶民间用，搁工厂咧用，之外，都原来为苗栗遮，
台中遐到苗栗因迄边绕45公里长的海港啦，到苗栗通宵遐完了上岸，上岸绕90公里到大潭发电厂，我大潭发电厂赢啦。即马大潭发电厂有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七号，拢总七个发电机组啦。拢是用台中第二接气站的加速绕45公里的海港，搁绕90公里的陆上的阮陆港，啊，才到大潭发电厂。但是大连发厂现在被设第八、第九组嘛，而第八、第九组的选候，因今年让花130亿的电呐、啊，那么下煤炭的选候，一度电量0.45公斤呐、啊，啊，加起都500多万吨，干那这两个第八号机组跟第九号机组，每一年花130亿电，干那哪下？煤炭选择超过500万公吨的煤炭呐、啊，吼吼，你看我污染，一架船会当载5万公吨呐、啊，我绕18架船来载这了。刚才刚才这两个组，一般的发电组呢，机组就需要安尼哦，是啊，所以像是需要一关的发一关的气天然气啦、所以第三阶所谓三阶的关，第三阶气站那个设立的选贵的八波。就不用用到台中，不用用到的高雄的这个第一跟第二接气站，因为他们家自己原来没高雄、台中本身没高雄、高雄也没高雄、那是耳朵没那么多耳朵塞来到北部这样、所以第三一定要设、国民党他们说三个理由，他们说第一、这个破坏造假、他们说第二、万一阿强如果打来选把整个封锁、你蔡政府你说你50%以上一款一款的那个天然气、啊，到时你无天然气啊，因为烧电能建起来已经，你就死啊，你就死了一条嘛、啊，第三个选择讲，我无你个为南部个个送去嘛，因唔知讲南部已经进，因为开了都已经送起来都无法度个送啊，已经拢紧绷啊，所以在这情形之下选，咱来看这代志，看这代志就讲这个东西落去。啊，你要安怎？因为因可能也都唔知讲，咱的压数是为倒来。全世界190个国家内底，卖压数器出来，敢那有21个国家。啊，需要敢买、敢进口天然气有42个国家，其中包含了台湾。咱台湾敢进口偌济天然气呢？是全世界第五名。所以需要量足大。这21个内底，咱原来是拢加印尼啦。跟马来联邦较近较买嘛，后来建议甲咱姚国栋哦，甲咱定管价，所以咱分散嘛，甲卡达遐买多些，中东阿拉伯那边买多些，咱上远买到俄罗斯呢。大家不想讲啊，台湾只到俄罗斯敢买天然气，啊，胃亏的大家甲载着转来。啊，搁北海遐挪威，咱买到北海挪威咧。天然气要运上去，无法哩好运上咧。天然气伊咧运上都要在-160度呢。咱你管迄疫苗，讲-70度、80度被混上的就困难了。加速伊个天然气都要-160度，用船把它运过来。运过来的时候，咱就准到几条供给去咱的接气站。接气站的时候咱一般的时候拢差不多500-600公尺啦。500-600公尺，因为全世界技术上唯一能够达到的熊是1.5公尺，1500公尺的长，未当搁较长啦。国民党叫咱接5公里的长，为寡还要个老力啊！那种技术顶头无人做，那种无可能的代志。你这种，你讲啊将来会打来未？我保证未。为什么未呢？这足简单的啦。咱主要讲的台湾是42个进口加速器的5个国家之一，第五名，第一名是什么？第一名中国，伊是需要进口上侪天然气的国家。伊家己进，第二名是日本，第三名韩国，第四名是印度，第五名是咱台湾。所以伊若从安尼的时阵甲封起来时，哇，伊是四大星。台湾海峡啊，变成正地，正地星，中国四大星。所以伊无可能会利用这来甲你控制啦。是，伊讲啊，无你嘛至少会破坏早教。我来请教一下，今年4月23日，中国的首领习近平遭到因中国海南岛的三亚港，讲因是海军建军72周年的纪念，因有动拐有两架核子动力的两栖突击舰，偌进步都偌进步，偌用都偌用，下水典礼。我请教一下。这两个两栖突击舰啊，塞在高咱早教的外海，从早教强行登陆，再来怕台湾的船，
难免做。嗯，咱是要点点讲，哎，未使破坏早教呢，炸弹未使甲弄入去呢，弄入去早教都破坏去啊！啊，何以安立个台南？啊，是要安怎？嗯，我就想到过去有一个故事啊。嗯，明朝开国皇帝叫朱元璋嘛，伊要将皇位交予因后生朱标嘛，朱标杂事，先交予因孙啊朱允文啦，就是明惠帝啦。嗯，但是伊这个后生，伊做个后生嘛，皇帝一定是个后生。朱元璋有做第四个后生叫做朱棣，当时封在北京叫做燕王。嗯，伊反对孙权派兵来打因孙啊。嗯，因孙啊是伫南京城，因为明朝建都原来建都是南京。嗯，来打因孙啊，当然打输呀。嗯，啊，到落尾去用魏城，魏一公用城用咩破坏船哦？之前一个关于国防部长，就是当时的兵部尚书提劝，嗯，伊想了一个办法，伊讲咱将朱元璋的像，就是咱太祖的像，甲围起来，啊，个房啊，甲连着，啊，甲城墙外面拢甲挂满了城墙，看一下那个跑来的，伊绝对唔敢弄，嗯嗯，下字唔敢弄，不然唔敢弄，啊唔敢下字，下面都唔敢，嘛唔敢搞营地车，惊去下到朱元璋的那个像就对了，啊，先开地洞啦，开地洞，你去照上位南京城甲破去啦，所以。等国民党咧讲啊，早教未使破坏，啊，我突然想讲，哎呀，动拐五诶，两支突击舰啦，跟塞来咱早教诶外海，乌鸦强行登陆型，看咱要安怎？嗯、我是朱元璋这故事当多久啦？因为咱破坏，我来破坏我你讲。不管是早教晚教，照常弄啊。对啦，对啦，对啦。那可能讲为着早教安那，所以当然，所以讲那个都是这是一个公共公共政策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请他们说为了台湾人，为了我们家家孙孙以比较就业的机会，所以来说你不可能讲懂，为了我们的生存下去，不管安怎我们一定要在生存跟环境保护之间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平衡。哦，这是讲，咱来科鲁公四大公投的唯一的考量就是讲，台湾是咱唯一的立场，嗯，永续经营台湾是咱唯一的立场，在面对四大公投的时阵，是是是。哦，今日我报告到这。好，感谢，感谢，感谢你哦。你无安尼报吼，真正唔知，这拜我就去办啊。多拜那个要投票，快点救灾完未啊？感谢，感谢张老师，请到，感谢哈，好来。0800-0500-6668，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要来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美马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特别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催促。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成分有真多，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黑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为了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个做萃取起来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通真济。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起来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而且是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
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时你在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个挖课，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掉。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跳多摆，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啊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就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事业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掘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咱圣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长骨松，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哦，会当润骨，那像种咧降低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长骨松，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哦、啊分泌出来骨长骨松，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调，人去分泌骨长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做骨长骨松，如果若无只骨长骨松来甲咱软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正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的是吼，你打碎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就抓咧去，你就磨掉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也够有德糖小分子加原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也够咱的美国。NEC 两百分解加索，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话跟台中朋友，有人甲咱介绍个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充分啊，什么种种拢跟你讲个非常详细。软骨素加在金面里面的第二代了，对。除了在产品以外，信兰公司也有希乐通，希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洁。这等下不清理是不会晒起来的，这么这等下白天哦，你该上光滑些就对，惊死人，好嘞吼。所以用气的话，经常在弄，气路通全部第一路等下白清理的就对。这个是加拿大信兰公司，我就这个气路通这密码就传研发的就对。阿和技术，他都有人工阿和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用气的话，我能等下清洁，卡别去记得这等下白天。这非常清楚的对吼，所来一个人五宝喜乐清，这会员吼未使回楼客，会员来楼客就来像咱一条狗啊，赶快的对，楼客也他开始惊人杂七的对啦，误为名家就又开始谈，一条狗啊都未通，未通就归臭哦，做上去的话，咱会更赶快意思的对，那要他掉的对啦吼，有关系啊，咱早被付了。跌脑里看别人那得，跌心中看别人那得，后头血不通，跌卡不通哟。
去把它清净了呢。所以用许多啊，这五宝许多像各家哈，宝顺根、南树冰露、钙合三冰的地啊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像宝顺根、惠阳所、日本韩国，一年销售五千万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咧做咧呢，米吧接出来就关火咱做安尼咧呢吼，所以除了这三边以外，咱用许多山这三边来做搭配做使用。有啲冇不了解，怕电话做详细，专门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啊，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了，播的节目现场哦，转国免费的教会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一在是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生产公司呢啊，咱周年庆的活动，咱正在进行当中哦，听众朋友。啊，咱就把机会哈，啊，咱这个电话个沟通，甲咱准备真侪真侪周年庆赠产品，和咱做询问、做挑选，咱选一项为完整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阿边时间咱要玩开用可以的电话啦哈，咱的电话就是二六九九四五六二六九九四五六，带咱的电话，我拨头表拿俾卡，咱就麻烦大家做控制，来。你好，黄哥你好，哦你好你好你好，当老师讲了实在足正确，比起官员你讲吼，佫较正确，佫较清楚。一听吼，一听就捌啦。所以我官员你讲比较较技术，我感觉这个张老师拿来做经济部长，还是做别个部长，你讲话吼，一听就捌啦。哦，即摆这官员吼，你讲话都有当时啊，咱这个头脑无解，好听无？有影伊讲安尼，都着重点，这官员。讲提拔官，咱咧唔捌听甲无。讲实在，张老师是无插正题，无得真正有哪点。我一讲，一讲吼，即拜拜的大很重要拜的。啊，我对你个讲吼，张老师即来，咱重点哦，一等请伊起来讲哦，即来听你到地下入耳啦。对啦，较清楚。听就听有咩啦？对啦，我讲你讲无他只清楚哩。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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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喂、哦、我报告一个新闻啦、啊、好啦来请讲以在为条五的齁这样可以你知道齁讲到国家的代志了齁就抓人七条说他这台没力讲国家的代志啦好啦紧啦个人做这么个人有人专门在做这个网络的嘛、啊、有人做网络所以拢总无人家家可以人啦，那件拢无人家可以人啦。哎呀，好，我见啦，嘿，个人说说，我真久哦，真久，我三八年做的啦。哦，是是是，我五五号的，好不？五五号。你打打苏二成道，哦，上面我都讲我三千把台湾攻大陆，四虎同名就完成国令，五祥龙马万岁，六春水平万岁。哦，感谢，谢谢，谢谢，来六六啊啊！好呀，我请教你，上马亮。
在电视在电视这边。已经迄落呢，搁在讲迄种一口话无要终止呢，搁继续呢，执行呢。啊，这中国的规矩，咱家己本身唔敢终止，咱就遵守啊。阿哥吼，搁一件啦，那个你家政务啊，欢迎进。好。就是那个李金用无，这个人吼是咧吃里扒外吗？哦、那个来租我们政府那个地轨，古尼地轨的总统的已经迄落发。人民公一月才一开始，一月才一开始，对。可是他为什么要一个好一种国民党的连署会当会通过？这个人应该该抓起来吧？这个应该要驳回啦，我个人的感觉啦。当然有因的迄个行政措施啦，我是感觉要驳回。这驳回理由就足简单啦、啊。卖个去了奶牛的当地吧，现在来做陪他们。对，其实你有了啊，搞不回啊。问题是咱已经总统已经去了，已经签证了，已经都是啊。是啊。然后各位好通过和国民党通过。是啊。啊，那个高宽面黑最显的，一看不。对了，一看不。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就是哈，这个人哈，给他抓起来，不要让他这个做这个东西。好，你要先睡，干嘛这那样来糟蹋？当公道料再来个处理好了。谢谢，李二，来李二。哎，阿兄呀，哎，我来讲哦，唔免讲你做总统，大家拢白赚几块油钱啦。你做总统料，叫国外吼，因公务人员甲劳保的天一落地板哦，拢爱变济。咁啊，公务人员3万几嘛，按劳保较无较1万，可能上加嘿吼。你做总统了，你免超前部署，跟俺国外小港拢有我白济啦。我领1万加领3万足多呢。无啦，这你得现啊！你若你真正这你爱较紧做总统，啊，无你就去建议小英啊，叫国外的劳保甲公务人员的地板拢爱白济3万几，我全世界拢安尼哦。好，几点？是你们的支持啊！好，你很公道哈，公道是全部台湾人的代志哦，对啊，行动啊，都要去找这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台湾更美丽，台湾更好的地方了。是。啊，再讲怪中选会嘛太怪了，因为这种有的种叫法就行，伊就中立。啊，叫法都得当驳回哩。啊，叫你万一修法，这是5%修改的，还是说3%？我跟你报告，再斟酌啊！啊个修改好。我随跟你报告一下，我跟你报告一下哈。咱的法令内底中选会都有驳回的权利啊啦，唔免个修法啦。咱阿伯先生咧，郭先生诶，即个公道先啦，去阿驳回。所以有驳回的权利，偏偏唔敢驳回，阿要帮我乱啦，靠我挡哦。来，你好，公道先啦。哎，你好，阿大哥，阿师傅，阿师傅，有，哎哎，啊，我做老公，我有建议啦，你个。假如王正正会讲啦，叫这张老师去做总书记注意啦，啊，就免打人，免做安尼，你艰苦死我，干嘛呢？是不？晒啦，晒啦。就是让书记做总书记注意，该你个啊都啊正正话建议了对啦，安尼啦，好，张老师的言论哦，真有一挂那个价值哦，价值观哦，我想来这里咱家己一挂那个精华加落来哦，可以帮到哦。嗯。如咱个讲袂，咱若讲袂，拄好咱车票去看哦。嗯。生意做啦。好。那来再再请咱公司方面啦，做一件代志。没啦，咱的迄个粉丝的时间有一个在这个张老师的专辑，明天在要投啊，马紧，啊，这以后拢会当，啊，你做些礼的，我做些礼的，啊，多一件吼，真侪人是啥公道，甚至不爱投，是讲要投同意吼，就比隔壁较讲者吼，你啊支持国民党就是支持人家吼，嗯，因拢共款共款啦，有，啊，社会吼，啊，看啊，你若认为。感觉安尼做了好，做了对吼，你国民党，是，你若感觉做了无好，做了唔对吼，像大家出来争势也无同意，是也无同意，对 ，OK， 办个社会啦吼，感觉就支持国民党，好，国民党就支持感觉，好是，好，大哥感谢你哦，好，谢谢你哦。
来你好，哎，主持人好，你好，这四个公道哈，上重要就是美国猪吧，对啦，对啦，其他三项咱国内拢牵涉咱国内尔，也够有法度解决。其实这个美国公道，敢那生案就是代表一个贸易上的风险嘛，对啦，这连生案都不应该生案，没错，不应该生案。所以讲你这做了真正好贵哈。真正的台湾的经济吼，比马英九迄阵啊沉落吼，十几马英九迄阵啊沉落，甲即马要甲二十年，才慢慢啊恢复上。这阵啊搁啊沉落，哇，三十年也袂贵喎。参股票就可能贵个拢放落了。真正这阵啊好贵，真正大家吼，卖讲你爱台湾，大家爱考虑移民啊，有唔在调，我无敢讲。这不是危言耸听啊！这人美国看外钱阿富汗，看足外侪钱。人破未起来，未起来就未起来，就无多啊，就无多。你讲抓阿富汗撤军，虽然向批评，人批评的是讲你的方法唔对，唔是讲你无应该撤军啊。对啦，迄种政权就无应该让伊存在嘛。是。你讲，起码对你好是一直要挽回你，讲看你这个物件，这是一个一次性的。美国人吼袂多像咱遮个什么政治人物多，甲你讲一寡歪歪翘翘。对啊，伊讲起咧，甲你讲，这阵啊通过，绝对对美国有影响。是。我当作人是咧骗你个呀。感谢，来你好。大哥啊，我想着马仔公道，但是公道诶，就是咱马仔还有各样公公道。诶，各位先生，你也在各位先讲。就是讲保障迄、迄选委会、迄、迄审查、迄、伊是迄规件讲。正讲国度随宪法，所以讲郭宽民迄提，伊讲随宪法驳回啦，其他拢无驳回啦。无啦，郭宽民诶，你都无甲看伊题目，你爱看郭宽民先生诶题目，伊讲敢那希望推动制宪尔，无讲爱立即制宪。哦，敢那希望推动尔呢？安尼尔靠变成国号啊！哦，安尼尔，差不多。好来，啊，咱时间诶关系吼，即个讲郭宽民先生去驳回两个案啦。啊，这两个案内底其实拢是干那建请政府执行尔，哦，去推动。这问题吼，都简单人家想，马上就出来，一直总统会顺尔，一推动来低啊，来五啦，来五礼拜，五礼拜呢？对啊，到降息啊，个时赶快呢。嗯，啊来五，当礼拜先来低，别当礼拜。啊别讲，来可多不按先来五，当礼拜低，别当礼拜。对啊，今天在那个驳回，看今天理由在那个驳回啊。不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公道话，咱那个看清楚就知影了哈。好来。啊，咱来进一个广告，随个到的，好，感谢。头拄啊有讲到咱郭先生去学中选会，甲驳回掉伊个公道提案哈。郭先生伊是讲要推动制宪，啊，中选会甲驳回理由用什么理由？你敢知道哪个？伊用题目无清楚，安尼就甲驳回，较无牵涉就变成国土，拢无，敢那推动这個，结果甲驳回是讲你个题目无清楚。啊，借问一下，啊，来主。不准未来，奶牛已经未来吃到对边去啊！安尼这个题目有清楚无？这当然嘛，当不回啊！本来都不回啊！对啊，系啊！奶猪会当礼拜，不奶牛会当礼拜，现在奶猪未当礼拜。就是安尼啊，吼啊！所以郭神怪嘛，郭神是伊唔是牵涉着变建国土，伊是干那希望会当推动。反正这讲起也是上班啦，啊，起码就。